got. Hello， 嗨，我这样连指甲都配到，今天好紫哦。我们是交换穿我们昨天的穿，对，我们昨天是穿我穿这个，他穿这个，然后今天我们交换。欸，真的在荧幕上看起来，就是，哎呦，就是这个颜色好像跟荧幕实体不太一样，因为灯打得比较亮。你觉得实体比较？它实体是薰衣草。今天抽什么？300块。哦，300块。我想跟大家推荐几位，这样会被熏哎。对啊，可是真的很好喝哎。到底是多好喝？你说你点了什么？你是连两次都点柳橙绿茶，因为太好喝了。我喝了第一次之后，我就每天都在想这个味道。真的，而且它现在特价才40块，这么大杯，里面是有果肉的、哦，而且它外送。你们每次叫饮料都要说贵，一人一定要点一杯，对对对，一定要硬。这礼拜我们换了新的形象，大家有看到吗？是一个算是一个度假。哦，度假风什么意思？我刚刚也换了一个新的形象。对啊，像之前不是是那个换季是露营嘛，然后这次是度假，有点巴厘岛感觉。对，衬衫白的紫色工好像是这一件吗？我觉得这一件比我想象中的舒服很多哎、欸，它算是棉的棉质的那种感觉，你就棉麻的感觉很轻，不会很闷热的那种。怎么有人知道你喝什么？柳橙绿茶，我刚刚有说啊。哦哦。卡卡的，这样会太暗吗？因为外面很暗，这样会太暗。因为我们今天直播改到3:30。哦，我们改到3:30，因为等一下我们两个有事情，所以才讲出来。我们要离开公司一下子，所以刚刚无意从我们的工厂路过，工厂也是物流吗？喜欢紫色，我们也很喜欢紫色，到有一点。对，我已经最近好像到已经办公室都是紫色，全部都是紫色，会不会？今天留言加分享是吗？对，留言加分享是抽300块的 coupon 哦，300块，所以赶快分享，蛮多的。对 ，Purple Everyday 网络不稳，大家都说不稳哎，怎么办？那 OK 哦。现在还有不稳吗？大家说好荡，怎么办？我没有连 WiFi 啊，就是以前还没有流行紫色的时候，其实自己不太敢驾驭紫色，会不喜欢这个颜色，会到有点不喜欢，就是没有到非常觉得可爱。因为之前比较流行粉色，对，之前大概2015年的时候，曝光加模糊，曝光。那我光条还会有吗？看你啊，紫看我。这样嘞，大家都说模糊哎、欸，画面很雾，应该跟光没有关系，应该是网络不稳哎、欸。现在有好一点，清楚了。那赶快清楚的时候，你先开始介绍，赶快讲。好，那我先介绍，可鱼昨天是穿自建洋装，对，它是衬衫布的面料，就是有一种，我觉得这好像就是比较挺一点，比较挺一点的面料，好像很少这种衬衫做洋装的。它是有做口袋的设计，其实我觉得好像不太会透，就是不太会透的，因为它其实里面没有内里，它就是一个衬衫布的。但是如果女生怕会曝光的话，还是建议搭安全裤了。但是我觉得好像室内看起来是不会透的，紫色。我觉得紫色比白色不透一点。白色感觉就白色，可能里面要穿牛仔短裤或长裤露出来这样。你可以给大家看一下侧边，它侧边是有开叉的，然后两片前片后片都是圆弧状，前短后长，设计师直接直接来这边介绍。然后这个绑带就是你要像 Peggy 这样子绑蝴蝶结也可以，或者是因为像我比较胖，我就不想要绑那么紧。你说你不要绑蝴蝶结是不是？我昨天是绑两个单结，因为那样比较不会那么。就是不会那么束腰，但是又稍微有一点造型，不会让整个看起来像一个直直的这样。对，但是 Peggy 比较瘦，所以她可以绑蝴蝶结。而且我觉得她绑起来会有一个打折的感觉。我刚才以为你是故意有做打折。
就它是绑起来用。它是有打折的，转过来。哦，它打折在后面。对，它这边后面是有，这边是后面是有打折的，反正就是很漂亮。因为我觉得裙摆那边打折好像很显瘦哎、欸，这样看起来腰感觉很细。而且它这个绑带会让它看起来比较有层次，对、啊，就这样子宽版的下来。但其实不用加绑带也可以的。对对，像小梁就没有加绑带，然后就是它里面是有加牛仔裤。哦、oh, ，好像这样也可以，就是如果加一件长的牛仔裤，好像也蛮好像是不一样的感觉。白色的话，然后最最棒的地方就是它有口袋，对，就是有时候手不知道放哪里，因为口袋感觉可以装很多东西。因为通常衬衫是没有口袋，但是因为它是比较长的洋装，所以我就想说给它一个口袋。可鱼超爱做口袋，对。上星期三没有新品，明天会有吗？这颜色真的好可爱。明天没有新品哦，今年的紫。色都好看，我现在身上的紫跟 Peggy 身上的紫又不太一样。对，这个是粉紫，就是比较带粉一点的感觉，它是比较偏蓝紫嘛。嗯，就是相较之下对啦，相较之下，但是蓝的成分好像没有那么多，就是真的是那种淡淡的薰衣草紫，站在一起看应该就蛮明显有差别，但是都是紫色系列的，对，紫外光感觉的。而且我们后面好像也都是。就是色都有紫色，就是粉紫色的感觉。对，护绑也可以，没错。那换我介绍我身上的这一件。好，我身上这一件是晨雾什么？晨雾蓬袖衬衫。对，这一件办公室就是 Peggy 也穿 ，Molly 也穿，昨天也穿，小杨也穿，刚刚去看电影就穿，那且张张也穿。好，他就是我今天上班的时候，我是穿卡其色的。其实我觉得卡其色也很好看，刚刚也是穿卡其色很知性，我等一下换给大家看。然后白色我找不到，但是白色我也很想要，因为我觉得应该会很好搭。然后它的长度如果不扎进去的话是到这边，后面会盖住我的屁股。它是不是也有一点前短后长？对，它是前短后长，但是它没有开叉，它就是直接这样子整个前短后长。而且我觉得它的面料很软，很舒服、欸，很舒服，是很舒服的棉麻衬衫，就是一定可以来一件，就是冷气房或者是防晒的时候。对，防晒。那它的扣子是这样，有贝壳光，我不知道看不看得出来，好像有点看不太到，像看不太亮，看不太到。只是它是有一点点像。然后伤口描述有没有口袋、洋装跟裙子？我们通常会写，如果真的是忘记写的话。如果真的有时候没写到，可能就是忘记，可以询问客服。粉紫比较甜美可爱，薰衣草有一种恬静的气质。对，所以我那个薰衣草紫的那个衬衫取名的时候叫做“欧尼”，什么慵懒气质，因为我觉得那款稍微比较有气质一点，然后粉紫色就是比较有活力一点的感觉。我也喜欢口袋。然后我现在换一下性的好了，可是这样子偏离主题是可以的吗？可以啊，大家想看看。大家像这种衬衫啊，就是随便里面配一个 T 恤跟牛仔裤，上班、郊游都很好看。读书馆读书也可以。我的耳环就是圆圈圈，基本款。哎，你穿青春也很美。宿舍的短色宿舍的短袖衬衫，宿舍的短袖衬衫。我要再确认一下，我以为是宿舍短袖 T 恤，我想说那里面这一件就是，里面这一件宿舍就是基本款的宿舍 T 恤，是下个礼拜的。然后我觉得杏色很气质，我觉得。对啊。杏色感觉是跟你刚刚完全不一样的感觉。他现在立刻去找一个搭配眼镜给大家看。就是、刚刚的那个，这个是不是戴起来会有一圈啊？我看啊，对，对对对。就是。紫色是比较像出游啊，出去玩，比较青春活力一点。然后杏色的话，感觉上班或是你不喜欢那么幼稚的感觉的话，这可以戴吗？哎，不会啊，没有啊，有吗？会啦，会啦。那我远一点。好，这样子就你不要往上看，对，不要往上看。这样就蛮知性的吧？就好像我们平常上班好像都是这样。这样，蛮知性。我变美了，有秘方吗？戴牙套吧，我有戴牙套。想要多一点短袖衬衫，有的之后有的有条纹的，素面的我不确定，因为我自己有做条纹，所以我可以肯定是有条纹的。好喜欢这种感觉，我也喜欢。但是短袖衬衫通常大部分是单穿吧，这些长袖是比较是属于防晒，或是格子的，在办公室里面。Peggy 一直不来接我，我要怎么办？还是你要介绍后面的给大家看？他没有要来。
帽子啊，也是好像是上次就上架的紫色，上礼拜。对啊，我觉得这很可爱，因为它是完全你搭是一套的，好可爱啊。它是完全就是紫色，然后配有一点baby blue 的，这叫什么湖水蓝？其实不是 baby blue， 应该算是湖水蓝的颜色，这样配蛮可爱。所以如果今天有买紫色商品的朋友，就可以戴，顺便戴这个帽子。对，然后这个 T 恤啊，它好像它是 MIT 的，对不对？对，它是 MIT， 对，感觉是。然后就是因为它这边有做那个荷叶袖的设计，所以我觉得很可爱。就是像就是 T 恤，然后再加一点荷叶边。想看后面的洋装。哦，等一下可以拿给你们看。啊、那个很梦幻哎、欸，那个洋装。哎、欸，可是它是粉红色，也算是紫色。没关系、啊，紫色的家族。哎、欸，蓝色那个在哪里、啊？蓝色哪一个？它不是有蓝，另外一色。它是灰色，灰蓝色。对，它是灰蓝色。嗯，我看一下，再远一点给大家打。这牛仔裤 M 跟 L 好像没了，我记得。好像是。对啊。嗯，然后可以搭，就是可以搭牛仔裤这样子，但看起来就很可爱，很可爱，而且我觉得那个肩膀那边好可爱哦。肩膀这边、哦。对啊，好可爱。我算是肩膀比较平一点，就是如果穿会看起来很壮吗？我觉得好像还好哎、嗯。那我等一下去穿那个洋装，还是你可以直接拿来先给大家介绍。其实我觉得这个洋装的外罩啊，好像可以配这样子去搭。因为 model 搭的好像就是它是外面罩这件，外面罩这个洋装，然后里面搭白色的这件上衣，然后在下面再搭牛仔裤，就是可以自己搭配这样。对，因为它里面是长版的洋装，所以如果你单穿的话也是可以，但是单穿感觉是有一点素啦，不过好像还可以，好像可以搭个球鞋，或是你可以这样子搭，好像这样搭会不会奇怪？就有点 too much。对，我给大家细看它里面这个，它超舒服的，对，它是软的，超舒服，然后有弹性的，是亮亮的，是超级舒服的那一种。牛仔裙里面没有裤子，它就是，哎呦，它就是团，它就是裙子，嗯，跑不下来，它就是裙子。等一下，我穿这件给大家。好啊，大家有想看会介绍花边格纹荷叶边洋装吗？哦，我知道。好，你的后面有绑带那个。好，好，那我想一下，我先等一下先穿那个洋装好了。这个，哎，这样的大好像不行啊，这都同一个家族。Purple Everyday， 这是关键字吗？没有，因为刚好我打第一行。大家还有什么想看的？哪一件、啊、哪一个想看刚那个细肩带的？好啊，我这样很紫哎、欸。这荷叶边，对，它是做前后的，前后都有，但它是绕那个袖子这样一圈到后面，很可爱。刚我手上的那一件，你说细肩带那个？好，我这样穿好吗？我好像有三个清单了，还是要先穿哪一件？先穿这件好了。那我等一下先拿这件去穿。好啊。刚刚他们讲的是这个吗？哦，对，对对对，他可以直接穿来。洋装啊。嗯。我根本不知道。那我去看这件。你先。特别来宾，好一点，欢迎神秘嘉宾，特别来宾，耶，雅雅，神秘嘉宾，他穿的衬衫就是跟我刚刚穿的是同一件，刚刚穿紫色，对不对？我有穿杏色，这个是黄色，黄色也很活力的感觉，看起来气色有变好吗？因为我之前穿那个黄色的帽 T 也看起来很白，你反正就很白，我没有很白，好像脸变很亮哎、欸，真的、哦，真的。是因为我打亮，气色有变好。然后我穿的是这礼拜的那个开叉裙，刚刚那个开叉裙，深色的。对，我现在换成深色，我刚刚是穿浅色的。好像很显瘦哎、欸。就是这样。
而且丫丫衬衫里面的背心也是这礼拜的，对不 对？是细肩带的背心，等一下我擦，短版的，没有办法脱下来给大家看，就是太辣了。我穿起来是到肚脐上，就是里面是到这边。对，你如果放假我就会直接穿那一种小背心，然后外面再直接加罩衫。嗨，神秘嘉宾，真的神秘嘉宾来了。本来有神秘嘉宾啊，本来是雅雅。不要这么神秘。很可爱，辛巴巴，这很可爱，这很可爱，一个颜色。我没有穿，那、啊、你再介绍一本。对，没关系，你再介绍。对，我刚回来，然后刚从韩国回来，还有一个新的眼镜，也很可爱，就是这一只。乱录，乱录，Gentle Monster 的吗？不是，这不是，这是我们之后的。哦、Gentle Monster 我也有買。红色那个很可爱。嗯，这个很可爱，这个也是白色的。就大以为了，只是现在可以买到这个。也没有乱录，因为刚好像是有点怪怪的。今天主题是什么？紫色，那我们帮您穿完紫色。那我穿紫色，好像很亮色，夏天。对啊，夏天颜色。嗯，就是刚有人说可不可以放出来看，可能这样有点太暴露，但是雅雅可以手上。哦，可以放出来。我帮他拿过来了，这个就是他里面现在身上穿的，也是这一拜的新品，有白色、灰色跟黑色嘛。对，然后这个是比较合的，就是如果你平常是穿，因为它里面没有罩杯，所以里面可能还是要穿内衣，只是你可以穿平口的。然后它是 MIT 的，对。其实它这边如果你直接内衣的肩带比较宽，也是没关系啊，我觉得还好。对，我看一下。可是我看路上的人怎么办？现在刚刚那个小杨一走过来，现在大家全部都在。还是要再叫小杨过来。眼镜好好看，还停留在刚刚，是之后不知道是现在是跑比较慢还是，因为它会有那个时间差哦。哦，那怎么办？慢点，继续啊，继续啊，继续。如果要单穿的话，好像、也是可以啊，或是搭平口应该。对，就是如果我不是在直播上面，我可能就会直接单穿。不是你私下你会单穿？对，加罩衫。然后或者是加牛仔短裤，然后我这次搭的是那个中长裙，它其实看起来不会很长，就是这边还要做一个开叉。而且我觉得你不是153公分，小织女代表，这样穿中长裙长度很刚好，不会腿很长哎，我有往上拉一点点来，就是它会在腰肚脐上。所以如果你是小织女的话，这件是可以买的，然后稍微穿的高腰一点。对。就是长度是很合适的中长裙，不会过长，没有超过脚踝。嗯，不会。然后因为我是因为现在有扎那个衬衫在里面，所以它腰围比较刚好。可是像早上我如果是穿短版的上衣，腰就会有一点点松，就加皮带。我说雅雅好可爱。谢谢。你干嘛娇羞啊？那你要去换下一套吗？我啊哈，换可鱼，可鱼这件好像很多人问刚刚有人点这件、他们可能是点另外一件他们是点阿甘的那一件，我是点阿甘班领的那个。哇，我是度假风哎，这件也是这礼拜的，然后有红色、黑色，有绿色吗？没有，红黑，然后后面是蝴蝶结，刚佩奇在帮我绑。对，后面蝴蝶结就觉得就是很可爱。然后它这边是有一个领子，然后这边有这样接，然后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它这边可以遮手臂。哦，对呀。它这边有袖子，然后下面有做这个荷叶边，就不会露出手臂。如果说你还没有减肥成功，就是、好难哦。毕竟夏天也还是有，离七月还有一小段时间，我们在一起努力好吗？有点雾。请问身高是问我还是雅雅？刚刚黄色衣服的雅雅是153，我是156。材质会刺吗？是这一件？不会刺。而且我就可以给大家细看它的格纹，不是就是只是格纹而已。它这边还有花边，好像看不太清楚就是这边有一条，这边用摸的就知道它是有比较
涂起来的。对，它就是不是普通的格纹，它不是普通的一比一格纹，它是有带这个花边。然后会不会透？不会。会不会透光？但是不会吧，因为我们现在前面打蛮强的光哎。而且它其实是格纹，所以就是比较不会透。然后我衣服没有穿起来的裙长是到膝盖上，就是刚刚好的长度。这个很适合去海边去度假。有哎，大家今年去海边了吗？我刚刚想了一想，我去过了，你也去过了，我们为什么这么早就去过海边了？不知道。野餐风也可以是野餐风，也可以是就是度假风。对啊，感觉格纹就是可以去野餐风。前面穿的衬衫是什么材质？就是它摸起来是比较像棉麻，不是一般，不是跟刚刚一开始 Peggy 穿的长版不一样。Peggy 的那个是比较像衬衫，比较挺的。嗯、然后刚刚我穿跟雅雅穿的那个是比较软的。这个可以遮肉手臂吗？可以。而且我觉得它的这个设计在胸线的话，看起来就比较不会，就是看起来比较有精神。洋装的裙长可否多制作及膝款式？其实都有就是有及膝的，有中长的，大家喜欢及膝的长度。像是之前上礼拜直播的那一件，就是大家一直就后面 model 身上穿的那一件，我们就有说它是比较长全长的款式。对，那像这个。就是这个算及膝吧，这比膝盖还要短。它膝盖上一个拳头，像这个就是短的，就是根据不同的制作的人他们的。其实我的，就是他，这就是你的。对，我不知道，就是有短的，有长的，有中长的就不一样。像阿甘的可能就会比较长，我的可能会比较短。对，可能要跟着设计师选款式。由于红色跟黑色，我自己是觉得夏天穿红色比较亮。红色吧。对啊。草帽什么时候上架？这会上架吗？我随手拿的，这是应该只是搭配而已。画面糊了，又糊了吗？后面的 V 领露小背背，这里后面有 V 领吗？没有，再给大家看一下那个蝴蝶结好了，就是从背影看，然后你搭草帽就觉得哇，很可爱，很像被杀什么意思？正面不杀是吗？我也觉得红色很可爱 ，PG 的宝宝好漂亮，这个版型。我也是有瞧了一下，你又把它瞧得比较显，就是看起来，我不想它看起来很像孕妇，就看起来很利落，有没有？这边有没有？这边有没有？现在设计的人在讲，完全语无伦次。好，可以换 Peggy 了。好，然后我像穿这件，其实也是我宝宝，就是这件这礼拜第一名好像都是这个肩线我现在才发现。而且帮你拿别的颜色过来哦，好啊。而且做的好像我都会有荷叶边，这是我们这次的第一名还是第二名？反正就是感觉就是大家一定可以买，就是不管是小资女啊，或是跟我一样的，我也不算很高啦。我是说，好像都可以买。想看这周的 Top One 就是 Peggy 身上的这一件，因为它这个绑带啊，其实是可以调整的。对，而且它也可以另外单穿。对，它也可以当。内搭外，对对对对对。如果你里面搭内搭的话，你就可以把它拉长一点，就是拉下来一点，因为它是可以自己调整的，才不会卡到你的腋下。但是如果你要单穿比较害羞一点的，就是你可以绑高一点，像我像绑高一点，然后其实腋下这边就看不太到肉，而且好像可以遮副乳，就遮到这边。因为我其实是有一点副乳，所以我在做这件的时候是要求就是荷叶，像很贴心，一定要、就是、遮到。就是一定要整个遮起来，好，就像这样遮。它还有其他两个很可爱的颜色，就是白色跟baby 蓝，这个其实有一点算是粉蓝色，对，有点粉蓝，因为它的蓝带了一点，我看一下，带了一点紫，微微的紫色。而且这件连办公室也是第一名办公室对啊，抢着要。其实这件很早之前就一直狂被对啊，然后被大家狂问，然后他终于上架，因为他其实是无袖，所以我觉得要摆后面一点，就是穿感觉可以不会太露。这一件我觉得还好，不会太露圆，因为它是可以自己绑带，就是可以像 Peggy 一样。如果你真的不敢穿的话，你可以像 Peggy 一样这样把它绑高一点，但也不会卡卡的吧？不会卡，你可以就是自己调。他这边是做松紧。就是松紧的，很贴心的，有一点宽度的松紧带，所以不会很勒，很贴心。然后你可以不用扎进去，你就放出来就好。Peggy 推哪一个颜色？我推粉红色。你身上这一身吗？白色或粉红色，因为我自己很喜欢粉紫色。
所以我觉得粉紫色很好看。粉蓝会显黑吗？我觉得不会、欸、这个也刚断掉了，断线了。大家还在吗？哎，我觉得我这好像绑太高了，还是我帮你绑低一点。而且我现在有近视，可能我怕绑低一点。大家抱歉，因为刚刚断线了。我们刚刚断线，大家赶快回来。我现在 Peggy 要示范绑低一点哦。哎、欸，我这色差也太严重了，后面好黑哦。因为可以吗？我看一下。啊，可以。我们刚断掉了，大家刚刚回来。还是有点小，还是因为今天网络不好啊。可能是今天尘螨太严重。沙尘暴。天气不好，怪天气。因为我刚绑太高了，所以我现在。就是把它拉下来一点，不然会好像有点很逼人的感觉。大家快点回来，还是荡荡的，没有办法哎、欸。好，还是很卡，怎么办？那怎么办啊？糊了，好像要连 WiFi。不能连 WiFi， 连 WiFi 就整连 WiFi 会断掉，对，连 WiFi 会断掉。天，还需要重新分享吗？小编，不用，没关系。如果你们刚刚有留言的话，我们会以刚刚那个留言没关系。是因为这个位置收讯不好，好像是很久没有来这个位置。对，因为我们很久没有来这个位置了，对对，有可能。现在有看到吗？对，我的指甲油也是。紫色，感觉断断。大家一直在说断断的，因为刚刚一直断。真的？对啊，就是网络一直很不好。今天网络又发生什么事？不知道，他说可能这个位置吧。那我要继续介绍吗？看到了，大家说好了，看到了，有，可以，大家说可以了。可以，那我继续这件。好，太好了，太好了。就是因为我刚绑的有点上面，然后露比刚帮我再调下来一点，就是它的绑带是可以调的。然后介绍哪里，它的面料啊是算是有一种蜜一点点蜜桃绒的感觉，就是其实它不是蜜桃绒，就是摸起来是有点粉粉雾雾的，所以 它也不是衬衫布，然后但也不是很软的布，不是，就是有一点就是绑带怎么绑？就是绑蝴蝶结，就是你拆下来，因为它拆下来会变成这样。这个，它拆下来变成这样，你就是绑，你就先把它穿上去，这样穿上去之后，就是自己这样在你的肩膀这边调整你要的位置，然后绑蝴蝶结，就是绑蝴蝶结啦。其实就这样，因为它是两条绳子，所以你可以调整你要的高度。然后因为 Peggy 里面是穿小可爱，那我觉得它穿小可爱的话，好像也不太会露出来。对啊，不太会，因为它是前后都是平口的。对啊。对。然后粉色大概是这样。又开始卡了吗？蓝色是这样，蓝色也很好看，因为它都是带一点粉粉的颜色。绑带没有固定的结，你可以就是它是变两条，你就直接这样子绑。怎么自己绑其实可以啊，因为你就拉上去之后你就在这边自己绑是 OK 的，是可以自己绑的。这是蓝色，然后白色我觉得其实就不用给大家比了，因为白色是最基本的。但是如果你很多你想要外搭的话，然后你发现你衣柜中比较多白色上衣的话，我觉得你就不要买白色，你就买粉色或是蓝色。哦，我们刚刚在讲推哪一色啦。对对对，刚刚突然断掉了，大家都没有听到。对，我是推，白色，或是你粉色跟蓝色，你选一个颜色就好。就是白色感觉是基本。不是就是包色的意思吗？就是粉跟蓝你选一色，然后白色你一定要买两色这样。对，两色。
因为白色单穿配牛仔裤很好看、欸、就是 很可爱。那大家对这件还有什么问题吗？现在就是这样卡在网路，不知道发生什么事。下次不能。你网路是哪一个位置？中华电信。中华电信今天网路不稳，还是门打开会比较好？有吗？很断，怎么办？还是我们要转移阵地，再拉过来？好，我们离开这里。离开真的会，真的是位置的关系吗？就不知道啊。那我要把这个拔下来。好。这个也要拔吗？我们一个位置，你是什么意思？哦、oh, ，清新翻领格纹哦， oh, 阿甘那件，我有邀请阿甘自己来穿，他不愿意，为何？他说他今天长得很奇怪。我们移来这边有比较好吗？好多了，好多了，才刚过来。好多了，所以真的是位置哦。是吗？可是他们现在看到应该是还没移过来的。他们都说好哎、欸，好，那就好了。好，那我158公分。他们在塞紧，我再来看一下大概有什么问题。想知道这件是 Peggy 的宝宝。我等一下穿那个。好清楚。笑死！我等一下穿那个光线怪怪的，是不是太黄了？星光闪闪，太黄了，很清楚是不是？那很好啊，而且气色看起来好很多。真的？什么意思？这也是保卫是不是？哦、因为我们想说很久没有在那个背景直播啊，以后要都在这里直播。这边中华电信这里才收得到。对啊，为什么？好，窗边是个好位置。就换下一件。好，换雅雅。这也是一个度假风感觉的洋装。对，然后这一件 它里面还要穿那个一件内搭，因为它是侧边有点浪。对对，所以你里面可以再穿一个 bra， 就是像是 Peggy 刚穿的花边的那一种，或者是如果你自己有 pinko 的，其实可以里面直接穿 pinko 的就好了。然后因为我自己没有很高，但是我穿这件我觉得它不会到非常的长，是看起来 还可以露出一点点脚，所以看起来不会矮。干嘛？怎么了？因为我们不在笑你。你要不给大家看一下它的肩带，是比较宽的那种。对，这边它不是，它的肩带是不是那种一致的，是细的，是这样子，宽有点宽度的。因为有些人好像比较喜欢宽肩带，就是可以遮住比较多一点点，而且它前面是。有一点点方领，这好像有白色跟绿色，是吗？对，方领好像看起来露出这边比较多的时候，看起来好像比较瘦嘛。对，看起来应该是方领比较修饰吧，就是这边比较修饰，可是又不会太不会太暴露的感觉。对对。然后它有一点点前短后长，然后这边还也有口袋。哦、它有口袋哦，对，好可爱、哦。它里面也有内里，但是我觉得如果你自己。穿白色还是会怕透的话，里面可能还是要穿浅色的安全裤，比较不会。不然就是买绿色，买绿色，对，就不会。有人问你的牛仔外套，这个是之前前年的吧？之前的，对，之前的牛仔外套。有人说像还有其他款，对，就是不一样的牛仔裤、牛仔外套。有人说雅雅可以上直播吗？不行。大家快点，雅雅可以上直播吗？我的介绍完了。洋装好可爱，这件洋装真的很可爱。这件很推给比较小只的，因为雅雅150也可以穿。因为其实比较小只的，我觉得他自己比较难找到长的，但是穿起来是高的，比例是好的。然后这个因为它是前短后长，所以前面其实会露出比较多的时候，看起来腿比较长。
露出膝盖下，就会看起来比较高一点点。而且现在又要夏天了，就很适合你。对啊，夏天都真的很想要，会很想要穿洋装。对，可以说去海边就想穿白色。对啊，这样比较清纯的感觉，口袋很方便。啊，走了，要不要去穿纽结上衣？只有 Peggy 一个人一直在贯彻那个紫色，对啊，你们都离题哎、欸！要不要去穿纽结衬、纽结上衣？就最后一套了。他说不要哎、欸，怎么办？我穿的是，这是形象有穿的，对，形象。我一直以为它是一个连身裤，没想到它是裙子、欸。它是裙子，很可爱。为什么你会觉得是连身裤、啊？我不知道，因为通常这种不是都是做连身裤吗？没想到是裙子，然后我脚就这样伸进去，想说，哎、欸。没有那个分隔的地方、欸、然后现在因为我里面穿的这个 T 恤比较厚一点，所以这边有一点挤。但是如果说你是敢露手臂的女生，就是可以直接穿，因为它不是它边边没有留很多空隙，它算蛮包覆性，对，它不会浪，所以你是可以单穿的。只是因为我比较胖，那它肩带可以调吗？可以调，它可以调，所以就可以单穿啊。对，也可以搭就拉长，因为里面可以搭比较薄一点 T 恤，因为我刚好穿就是我刚刚一开始穿的那件，它比较厚一点。然后它里面可以搭 T 恤，然后也可以单穿。然后这个是浅蓝、嗯，现在在荧幕上它颜色有一点跑掉。它本人是可爱的蓝，天蓝，本人是淡蓝，怎么会跑掉？灰蓝色啦，有点灰蓝。它本人是浅的蓝，不是、嗯，因为我觉得现在画面上看起来是深蓝。对，应该是灯打太亮灯光的问题。然后它这边有做，这叫什么？突然荷叶之手。这边有做荷叶，然后这边有就是可以自己调整紧度的绑紧。所以腰围不是松紧带吗？它是绑带吧？你可以把它松开，然后套进去之后就嗯，然、哦、后把它自己调，自己绑，看你想要绑多紧、嗯、这样。如果你想要有腰身一点的话，就是绑紧一点，有口袋。希望这个是做裤子，嗯、真的、哦，你们喜欢裤子哦。可是裤子的话，那个上厕所就要整件脱下来。哦，对啊，对啊，对。我好像有做连身裤，但是不是格纹我有点忘记了。但是裙子的话，我是觉得穿脱比较方便啦，上厕所也比较方便。你不用学。对啊，因为如果是连身的话，就要整件脱下来。嗯，后面这个有浅蓝色、红色跟黑色吗？有黑色吗？有黑色，反正也是很可爱，很适合度假跟野餐。我觉得蓝色很可爱。对啊，我也觉得蓝色最可爱。红色的话，你就买刚才那个，然后蓝色就穿、这个。红色买刚刚我穿的那个洋装。哎，对，我连续两套穿。哇，佩奇都帮你搭，我连续两套穿格纹呢。对啊，嗯，你看一下后面是不是松紧带？你可以，哎 ，Ruby， 你可以帮大家补拍一下这个浅蓝的实体的颜色吗？我等下拍。真的是很可爱的。后面是做松紧带，因为前面的衣服。形象拍的那个颜色就是啊，就很可爱啊。因为官网是没有色差。它有一个口袋在这边，这蓝真的很可爱。然后我156穿起来长度是到膝盖，但是你也可以绑紧细紧一点，然后往上拉就会显小、嗯，比例可能会再好一点。你这是最后一套了吧？看你啊，我们要去下一个 mission。那我穿最后一套。刚刚有人想看这个新。公主的洋装，好公主哦！自己讲，她也是就是粉粉紫紫的。哎、欸，她的裙摆好那个很飘逸哎，就是我觉得很适合去约会啊，对，或者是去真的去度假，因为像这种太就是浮夸的衣服，好像浮夸的衣服。听说这件也是你的，对，这件也是我的。但我觉得如果它里面搭白色 T 恤好像还好。就是如果是我的话，我会它是分开的。就是分开搭，可以分开搭。我会里面搭白色 T 恤，然后罩这个罩衫，再搭牛仔长裤，我会这样子穿。然后这件是比较，应该算是雅洁的 style 吧。他人家现在转型，他雅洁现在转型了，是最后一套，就很可爱。因为这个可以给大家近看一下它的材质，你这样会不光吗？应该不会。它这个啊，嗯，是里面是有那种银色闪闪的，好像它是亮晶晶的，亮晶晶的。你不要穿那么高，亮晶晶的，然后是有弹性。这件有现货哟，有，现在还有。然后它的那个领口跟肩带是拼接蕾丝，就是另外去拼接蕾丝，就是 Peggy 的最爱蕾丝的花边。我都很喜欢用三种元素以上。然后它这种网纱、啊、通常都会刺，可是我觉得这件
我这件感觉舒服到可以去做睡衣的，可以这样刮，就是是很舒服很软，虽然你不会直接接触到这件啊，不可能单穿这件，然后里面的这个洋装啊算是就是算有点雪纺，它里面也是长版是吗？对，它是里面长版到这边，然后可以分开搭，对，可以分开搭也可以单穿，就是它是直接做宿舍的内里裙这样子，给就是两件这样子，里面那件感觉也可以搭那种白色针织短背心，就很立领。哦，你说这个在外面的罩衫、那个、对，就会很配哦。就是这个洋装你可以再另外搭，外面有针织。那怎么下单？可以到官网升，叫什么升注册会员，然后加到购物车之后就可以结账哦。这个而且公主这个蓬蓬袖，它的袖口是做松紧带。你们两个好像可以一起，颜色一样，是刚刚很可爱。雅雅试穿最后一套，是对，最后一套是大家想要看的纽结上衣，而且你们刚好是同色系，同色系，对，就是对，以紫以粉紫、啊、以紫色粉紫色的开始，要以紫色结尾。哎，我们做一个做主题 Happy Ending。我只有这一件穿紫色。它实体上好像比这一件再重一点点，再更紫，这件就是这个有点偏粉，这件比较粉，这件比较紫，对，嗯，然后我配的是上礼拜的牛仔短裙，这件，这件我也很推给那个小资女穿，因为它前面有这个，就是么字型的剪裁，就是前面看起来比较短，所以可以露出脚的地方比较多，但是这一件上衣的重头戏是在。后面 turn back， 噔噔，你这是变很快、欸。他这件卖很好、欸，就是大家，我觉得大家最近很喜，对对，大家最近很喜欢一些有一些背后有一些小设计的。背面它是一个，它这个这边有一个，我这样摸你会觉得痒吗？它这边是一个长的这样子镂空，然后下面再扭，不是直接在上面扭。很好看，然后有很多颜色，然后材质也是很舒服的。它有一点点棉，应该是棉质的。棉质的袖子有，它的袖子是做反折袖，是不可以放下来的，是固定的。对，嗯，这样。后面就是如果你走在路上，可能人家说，嗯，他穿的好像还好。然后就有被人说，哎呀，是辣妹哦。还是可以前后两穿啊，就前后两穿。前后两穿。这个你说后面这个穿到前面吗？对啊，你把那后面穿到前面。我觉得会被带。可能要请。可以示范一下，我不要警察抓走吧。如果穿一般的内衣，有的时候如果衣服往下垂的话，可能会露出一点点。那如果说你雅雅有话讲了，对，有一款那个 bra T， 它是深 U 的那个，哦，大 U 背，大 U 就可以，因为它刚好可以露出中间，就是完全没有肩带的地方。嗯，大 U 背，雅雅推大 U 背，那件 bra T， 嗯。或者是你也可以穿 Peggy 现在身上的那种啊，花的，有花边的，它就露，直接是露花的，就也很好看。对，网址进不去，欸，是哪一个网址？想看后背交叉背心，应该是另外一个，棉麻那个。那今天的直播是分享加留言，就抽300块的 coupon 券。对，所以我们差不多要结束了，大家要把握时间。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忘记跟大家讲，对对，大家知道我们礼拜一有一个活动吗？你们知道吗？抽东西，对，抽东西，抽东西，忘记拿我的小抄来。就是我们这次新品有一个活动，后面怎么都没有人。就是呢，就是从5月7号就是上架到5月14号的早上10点。哇，有人知道哎。早上十点，然后呢，第一个是如果你是。单笔消费满3000块以上的话呢，就会抽10位，是抽那个宜兰有一个民宿叫做小国生活的，生活水鸟系列双人房，很漂亮哎，双人房，新改文，价值2200块，抽10名哦，3000块以上，3000块应该蛮多人会买3000块的，所以只要你是在5月7号到5月14号之间。5月14号早上10点这之间下单满3000块以上都有资格参加抽小国生活这个双人券10名。然后第二个呢，就是如果你是满6000块
6000块以上的话，它是抽就是更高级的房，也是双人房，但是这个是价值6800块的，然后抽哇三组，也就是6人，就是三组啦，就是总共6个人。小国生活我有去过，只是我是去一栋包栋的。哦，你这是包栋，非常漂亮，大家一起去，而且那边就是好山好水。我觉得不然就是大家可以跟姐妹一起凑，要满3000，跟朋友一起凑，对，这样。所以就是两种，就是3000块以上的话是抽，价值2200的生活水鸟系列双人房10名，所以3000以上的10名蛮多的。然后第二种是6000块以上是福县发享之岛双人房，价值6800块，好像在报道新闻，你很像在购物台，抽三组哦。最重要事项我讲完了。好，那我们一起跟大家拜拜了。你一起啊，一起。拜拜。上礼拜明天没有新品，但是下礼拜一还是一样会有新品，所以大家下礼拜一还是要记得要到官网哟。拜拜。